三九，六四三哦，六四九三，六四九三，九四八七。今年的猜法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猜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猜过。晚上有一堆嗜血小动物的小孩是蛮可怕的。其实我蛮不喜欢那个蚊子的，我也觉得他们是最没作用的一群。我是针对母的，公的我不针对，我针对母的。九四八七怎样？吧啦啦啦啦！我真太一二三四零 A 零 B 就超赚。哦，放着圆环哦，已经打开了啦，所以接下来这个可以继续玩，是不是？我不要嘞，神经病哦！打发时间也不是很打发，好不好？我玩这个不如去看黄色小鸭爆炸。OK， 存档了。哦，哦，这个是 YouTube 那边追谁？感谢 Phoenix Chen 陈凤凰，是吧？好像在念嘛，随便。他这圆环要干嘛？拉花吗 ？Oh fuck！ 这是要我们套钥匙的意思吗？套圈，有圈就好了。有啊，我有圈啊。走，去看黄色小鸭爆炸。到底，我刚有没有存档？等一下，我刚有没有存档？这是要套圈圈的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。可是这个有办法准确的说它套到哪一个吗？可以套的东西很多，但大多破破烂烂的。比较完好的只有几个，要套哪一个？有什么？海螺、小熊玩偶跟皇冠。如果依照刚刚的那个，我们拿钥匙上去，不是拿钥匙，我们上去拿钥匙那个剧情的话，他跟义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真正第一次见面当朋友的时候，义挺送他的是小熊玩偶泰迪熊嘛，所以这是要我们投泰迪熊的意思啊。套圈三步骤。跨过栅栏，走到小的东西前面拿起来，没有，那是四步骤。第四个就是那个请家人去警局保你，你那样子是犯法的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先写小熊玩偶好了，哼哼，套到小熊玩偶，哇，说套就套哎、欸，这熊看起来好眼熟，哦，这是什么？银色钥匙，钥匙。头好晕，把小熊抓过来，叮咚叮咚，不是啊，再玩一次嘛，就一次。小艇，你都已经这么说了三次啦，可是十五个圈圈完全不够嘛，所以你是为了什么东西执着成这样啊？哦，就是那个超级大熊啊，果然是熊啊！哒哒哒，阿瑞帮我套嘛！我才不会帮你套这种东西嘞！嗯哼，那我自己来。老板，再五个圈圈。哦，啊，又没套到，不玩了。哼哼哼哼。你不是还有一个圈吗？一个圈又有什么用啊？我不可能套得到。那不如我试试。算了吧，也就这样浪费这个圈，不如随便套点便宜的东西带回家。你看着就行了。哼，菜逼吧，看好。把呢呢？那个阿瑞。请问我还在现实里吗？在哦，在屁呀、啊，爱你，阿瑞宝宝，亲亲，你，老板，我们套那个熊，快拿给我们吗？真是麻烦您了，谢谢。你也可以学谢老板，圈圈上面绑绳子，那个太脏了，不行。阿瑞，快去拿。是，哟，他们俩关系不错哦，还可以亲亲又抱抱的，
又可以亲亲又可以抱抱，这个关系真的是非比寻常啊！这个如果他们两个没有那个友情的话，哦，我抓懒怕自杀。如果他们没有那个友情，我真的看到鬼啊！走吧 ，Let's go！ 我不是这里啊，因为不是吗？打开了，蟹老板是绑着钱币，投进贩卖机拉出来，那个太脏了啊！说真的，那蟹老板真是想钱想疯了。这什么地方？难怪现在没有实验饮料。英语考级相关的复习资料。满面墙的书都不是本专业的。哲学类，两本书中夹着便签纸，空的，真幸运。可是讲实在，这个说。是说恐怖也没有特别恐怖哎，本校特色往届优秀论文展示，有一本蓝色的书特别显眼，论当代大学生的懒，这个标题居然还是优秀论文，真的能毕业吗？高腰哎，不错哎，我告诉你，越简单的标题哦，越能展现出你的那个本事，是不是？越简单的标题你发挥越好，代表你有本事啊。这书架很空，只有一个小盒子，好奇怪。虽然是拼图吗？啊，拼图片。哈，我拿到两个拼图，那是我的智商，不然你讲出来了。这里居然还有其他路哎。欸，这里就可以存档，我还特地跑到其他地方存档，我也蛮够追的我。拼图少了很多片，剩下片哦，这个吗？要拼啥？是他跟义挺两个在拼拼图，是不是？啊，义挺你来啦，没想到你居然已经到了。我在你心中到底有多不熟识？这长按门不是 RPG 吗？这是 RPG 啊，只是他也会长按门这种东西啊。抱歉，毕竟拜迟到所赐，我才能遇见你嘛。你又提那件事，嘘，这可是图书馆。迟到了，以后不许说那个了。好啦好啦，不提啦，把书收一下嘛。怎么了？我给你带了个东西。看这是什么？拼图，提前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说到我生日礼物，我记得我大四那一年的生日礼物是一个大黄蜂的拼图，就几个比较要好的那个系学会的朋友，他们那个特地去买的。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拼过哎，到现在还没有拼，看来该找时间来拼一下了。这故事是在叙述大 FFF 团的故事。有女友男友就会死一个或两个，我这个人是比较偏向火型的，你知道的，烧死他们比较快。可是我生日还有一个多月，真的不是记错了吗？没有啦，怕到时候忘记嘛。总之谢谢。那你就拆开来看看吧。不是说好今天是来学习吗？不拆了吧？你先拆开看看又不会怎么样。好吧。烧起来！来秀，居然是一千片的吗？盒子上也写了嘛？我没仔细看啊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左上角的那一片？的确是啦，但我们是来学习的，先收起来。打开都打开了，拼一会儿再学习也没关系啊。我觉得你是故意打这个主意，一个废物。可是。我找到第二片了，下一片在哪呢？下一片，唉，真拿你没办法。那我就陪你玩一会儿吧。
就半小时哦，半小时以后就乖乖学习哦。知道啦，瑞瑞。喂，你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？好啦好啦，格瑞格瑞，瑞。说起来，格瑞最近怎么样了？怎么突然问这一个？啊，不想说也没关系的，倒是没什么不能说的。最近其实也没有什么吧，就跟平常一样，上课来图书馆看书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欸，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虽然可能有点突然，什么问题？各位同学，有女朋友吗？欸，有，是有点突然欸。女朋友哦，不久前分手了。该死的单身狗啊！不是，该死的有曾经有女朋友的，对不起，我问了不该问的，真的对不起啊，也没事啦，反正都已经过去了。对不起，不说这个，拼图也快拼完喽，太快了吧？你们是拼多快啊？问号，是呢。好啦，最后一块完成，还真是有种不错的成就感。是哦，格瑞果然超厉害的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过去两个小时，你们两个小时都拼完1000片的。我当初拼500片的那个阿刚就是家庭教师的那个泽田刚吉跟那个彭格列医师的图，我拼了1个礼拜，而且重点是还找不到那个拼图，还找老半天，最后被我朋友他找到，到底。嘿嘿，真是，算了，去吃个晚饭再回来学习吧。啊，好的。是天才啊！我天哪、啊！传来哪里开启的声音？哦，那就走那里而已啊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异挺喽。现实永远不会唾手可得，你要走入那深渊。他这白科小雀年轻人用刀自杀，该不会只一挺吧？然后格瑞受不了打击，所以失去记忆还是怎么了？到现在这样。因为我记得他的厨房那边有一个沾满血的小刀。要我们存档啊，我再存一次。他那边有沾满血小刀，会不会跟这有关啊？奇怪，这里是……欸？锁着。新闻报，对啊，这个是那个啊。这有一个药品欸，要吃吗？不要，先不要。先不要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哦，这里就可以到。所以刚刚这个是无限轮回吗？所以变成说吃不吃这一个。好烦哦。就是一个选择，到处都是他妈的选择。所以我觉得格瑞并不知道那个谁一挺喜欢他这件事。这怎么？等一下，这怎么一扇门？这里是，哦呦哦呦，得快点走。哇，你怎么全身红红的？我是不是走错了？我刚是还没有调查就直接走这里了，垃圾桶里面有
一张照片。哦，这应该就是逸婷哦。我认得这张照片。工资没关系，我只是喜欢。爱你，要阿瑞抱抱，知道的瑞瑞。这张照片上的是逸婷，哎、欸，真的是逸婷哎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。我很想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中刹那间只剩下一种情感，思念。我知道的，这是对逸婷的思念。这种情感已经占据了我的身体的全部，我动不了，我思考不了。应该是这样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看起来像知道的吗？真的是吗？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